面对复杂的国际情势以及地缘政治的改变，为了国家安全，确保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被改变，义务役的役期确实有调整的必要。我们义务役的役期将恢复为一年。今天我特地来我们成功岭，了解我们疫情调整的准备的概况。那么目前针对四个月军事训练役的训练课程，国防部已经参考了世界各国的训练，做了修订，融入科学训练的方式也更加的贴近实战化。各位接受了非常扎实的训练，辛苦了。我也要告诉大家，各位的经验都是我们未来调整训练课程的重要的参考。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每一位义务役男都具有执行守备和民防任务的能力，拥有自己的国家自己守护的信念，也让整体的国军在服役的时候得到国家更好的照顾与支持。各位都是我们国土防卫的重要的战力，也是强化国家的国防韧性不可或缺的力量。我要再次感谢每一位官兵对国家安全的付出，也恭喜大家即将顺利结训。